去看看，这就不行了。这已经是我打倒的第四个了。看来，中国武术太让我失望了。哇哇哇！什么东西？全是花拳绣腿。我已经踢了23家武馆，没有一个人能打败我。 没想到你们上海国术馆这么让我失望。你是馆长吗？来，和我打。如果你输了，让我来当馆长，我要把你像筷子一样折断。你敢吗？馆长，让我们上吧。不，他既然提到我，我就必须上。你们别拦着我。 我来，这种芝麻绿豆大的事儿，我来解决就好了。这位兄弟，你是刘馆长？等我教训教训这小子之后，再自我介绍吧。这位兄弟，武术是用来强身健体的，不是用来打架斗殴的。我这叫先礼后兵。如果说你再不知好歹的话，那我就要动手喽。你们中国人话真多。 打到你后再说。 加油！好，你是什么人？我正在跟他打呢。在下朱飘逸。我管你是谁，我刚刚差点打败他了，现在你上来了，算了，你来吧。飘逸，小心啊。 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这完全不公平。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比赛，因为我已经累了。在你上来之前，我已经打倒了5个人。你等着，等我回去好好睡一觉，然后会回来，把你打倒，就像打倒你的朋友们一样。哈哈，拜。好。 你怎么又来了？我来找那天的家伙。你这个洋鬼子还挺执着，我们朱师傅在里面教着他一集拳，没工夫搭理你。怎么？难道你们这群废物还想阻拦我？快点走开吧，废物！站住！没事吧？朱师傅，这家伙。 他又来捣乱，放心，我会处理。照顾他。是。<笑>你教了一群废物啊！走，你看他们那个傻样子。<笑>他们才刚学不久，当然打不过你了。快让他们去治伤吧。上次我不熟悉你的拳法，所以才让我吃了一惊。不过回去之后，我仔细的研究了你所谓的太极剑一拳谱。 而且还找到了你的漏洞，这次一定能把你打得像他们一样。来吧，来。
动就是静，静就是动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我听不懂。怎么会这样？快就是慢，慢就是快。什么乱七八糟！怎么样？现在服了吗？你的中国功夫为什么那么奇怪？出手太快了，和别人的不一样。太极拳的特点其实就是变化莫测，虚实不定，所以谈不上什么变化招数。你的武功的确有所进步，而且我也看出你的毅力和执着，但你的脾气太过着急。而且太极讲究的是以慢制快，以柔克刚，希望你能够慢慢的领悟。 OK， 承蒙赐教。不敢。你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我可以教你太极拳。真的吗？你愿意教我？但是我不明白，你怎么会……我学了你的功夫，然后用你的功夫对付你呢？当然不怕。中国的功夫只在强身健体，而不是互相打斗、制服别人的武器。你愿意学习，弘扬中华武术，我当然求之不得。若不嫌弃，我就收你为徒，教授你中国武术，如何？收徒弟一半，难得你有这份诚心。以后要认真学习，多加练习。遵命，谨遵师父教诲。谢谢你，谢谢师父。我学习太极拳有一段时间了，我想请你帮我看一下。好，请。你的确进步了，而且我看你整个人都好像变了。这都是因为学了太极拳，所以我要向朱师傅和太极拳表示真诚的感谢。我也要谢谢你，你的萨瓦特踢拳也让我获益良多。菲利普，你看。真的不一样，虽然柔和了，但是力量更大了。是，以柔克刚，刚柔并济，这就是太极拳。菲利普，你很有天分，也很聪明，我相信你可以将太极拳练得更好的。太极拳改变了我。刚认识你的时候，
我那么傲慢无礼，现在我都感到惭愧。可是我要回去了，回到法国。可是师父，我一定会把太极拳带到法国。保重，菲利普，我的好朋友。谢谢。